是你的新家。对，我的新。很棒。真的吗？啊，很漂亮，很香。对，很香。比林香还香。我说你的家，不是你。准备喽，三、二、一。哦哦哦。脏的。不会啦，很干净啊。这是你平常穿的衣服啊，这件我有看你穿过的样子。对对对。对不对？送我吗？你不是只要有这种表情的时候都是要送我的？哦，这个啊，这个是我第一次穿的。哦，这件很厉害哇，这个女生穿很可爱。这是什么？这是爸爸。嗯嗯，这个也可爱的。嗯，里面这件是。对啊，新的新的，都会平常就是这样。对对，我的 OOTD， 对，还没穿过，还是还没穿，还是穿过的，还没穿过，新的新的。好，大家就自己去想象，那平常在家。现在有在演戏，演技应该也不错。我们呢，节目里面呢有一个叫做男友视角，你的男朋友啊，男友视角，来来来来来 ，Ready Go。看比看，再来一次韩文版的 ，Ready Action！ 하보고싶었어오랜만이지不知道。OK， 因为我们混了好久都没男朋友，所以忘了怎么讲。对，没有办法讲。Oh、OK， 今天很开心哈，来多惠家里面啊，要找礼物，结果没想到一找找了这么多啊，送一堆。对，但是呢，都是要给我的。还有什么？啊，还有。还有。哦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！哇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坐这里。还有他们的冰袋。大家一定很羡慕，哇，这个很棒。下次露营，我一定要多准备一些东西送给你。嗯、但是因为你送我的东西太多，太有价值了，我下次露营的时候，我把那个房子的那个拿来给你。OK 啊，我这种哦，改你的名字。哇。我房子很大。哇。我的爸爸。